横溪小学6年5班的王悦，在草原上跑步，草地会很硬，跌倒了以后就会很疼，在沙土地上跑很累，有沙土到鞋里，正好把新的鞋跑步，给我们建了全新的塑胶跑道，有了现在这个跑道以后，特别整齐，很干净，操场变大了，很现代化，脚感非常舒适，跑得快，不容易摔，摔了一下也没有关系。跑起来很轻松，不想要多跑几圈，很开心。